我能走到今天，真的是谢谢世界各地影迷对我这么多年来的不离不弃吧。没有后顾之忧的一直去拍电影，拍电影，拍动作，拍不同的电影给他们。尤其是今天这个短片的主题叫《刻在时间里的美好》，我希望通过这支短片给大家带来惊喜，因为能有电影看真的是非常美好的。祝各位观众小年快乐，祝大家福气满满，平安如意，多多关注电影频道。